妻查中丰夫财产，竟见他养小三很多年。老公中风成为植物人，在整理他财产时竟然发现他有小三，是真的。这么惨的事情发生在台北，已婚的陈姓男子背着妻子跟前女友勾勾滴，还趁妻子长期在外工作多次带回家黑秀。但陈男去年突然中风成了植物人，卧床不起。陈妻整理他的财产资料，发现他长期汇款给前女友，累计逾千万元，又从丈夫手机发现他们多次幽会，还有闲时对话，愤而控告两人妨害家庭，后来对丈夫撤告。前女友哀告后坦诚知道陈男已婚，还发生过性关系一次，被依相奸罪起诉。董新闻综合报道。